烂肺烂息。现在这边吃果冻里面有效吗？在里面再吃烂肺烂息。哇，你是跳针哦。对嘛，我也要嘛。我没有。哎呦，太棒了，冲啊！啊啊！引入迷宫，开始游戏，开始刀剑神域。哎、欸，我进来就没有魂呢、欸。是假的。啊、嗯。今天最困难的活动就是点乐师。为啥？冲啊冲啊、哦！我发现我突然没有凯阿西，吓死我！你两个就往前冲就对了。叫人梦啊！这次觉得基因真好，常驻果冻啊！我也是常驻果冻、啊。用啊！常驻跑步。华丽金属耶！开创工会。高速跑超快，希望今天又可以捡到一个奥萨。现在最夯的是金属羽翼，那个啦，点二啦，不知道哎、欸，这边打得到四点二吗？你知道延迟吗？那边我需要五针啊，好像只有十军会掉，十军啊，那天我要五针。哎、欸，我抢到 M 哎、欸，有没有这么夸张、啊？你有 M 啊？买了太多字，我很难瞄啊！这是没有半个草木，哦，不是啊，没有半个凤梨。让他冲击你灵魂。兽人之牙不解了。时候啊。卢恩真好，卢恩真好，真的，卢恩真好，嘿，后面还是蚂蚁啊，把它干掉了，我就知道，哎、欸，柚子石化可以点快啊，哎、欸，已经算好了。我毛被震痛。看刚才在那边浪费二十。反正十二点爬完就是80分。28分进场了。时间目前。哪个针头？10分钟爬了17层。想想想想。哪个针头都。还 carry 啦。嘿嘿。那天我是小龙鼻，非专业啊！
今天没有掉卡。一直点错、欸。我有 MVP 吗？没有、欸。我。等一下要去扛岩山的，我岩山的快。一分钟四层楼。敢粘过去，因为猫我看到就不见了。我想我好像没有丢出来，它就死掉了。过去。我觉得我会途径，我超猛！哎、欸，你斧雷车怎么变那么大？我手在这变那么大，所以说就那样吗？我刚刚用长木工具、哦，那我斧雷车看的大概像我卢恩那么大，那这么大还好啊？不厉害，能装比较多东西吗？重十万。竟然睡着呢？哎、欸，你为什么那个可以接我睡？没有吧，刚刚好而已吧。没有，你那个真的接我睡啊？哎、欸，戴刃好像会解睡哈。那是解深层睡眠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些普通的。我记得嘲讽车可以啊。赛刃跟嘲讽车是一样的，只会取一个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嘲讽车啦，不是没有，是没有放在快捷键上面。因为嘲讽车跟冬眠松会覆盖，我就不用招风车，不用的冬眠松比较好。原来可以这样解哦，其实又有用啊。还一只。我不想输卢恩呢，三十万还输。跳啊！我写160,000啊，奇怪，苹果加那个，不知道。对啊，
怎么会这样？怎样？看不到 M 了。实在跑太快，也够难护背的。等一下，我怎么被石化？我被石化了，真是爽！嘎，怎么被石化？能跟我交易啊？没有人加你好友，没人加你好友。那天你心脏掉好不减？哇，满地的心脏，还有榴莲。哎、欸，你说几楼是要把赶快干掉？是梦楼客那关？九七是不是？是九七？什么把它干掉？就是说梦楼客不是会唱解完咏唱吗？哎、欸，天使就是很像八级那只。九七吧？那个伤现在死了，没关系。应该咏唱完很久啊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像没有加加的连盾符一下。另外呢？没有补到。我觉得你就不用放天怒啦，你就负责补，因为。王冠会稍微久一点。我超猛，这太像了，分不出来。冲锋会错位。是等级差的关系吗？啊，不打牛王。令王呢？令王之王又要被古人抢走了吗？等一下来打唱就知道了。可是你们不是说谁先开也有差吗？第一下有差、哦，捡东西有差而已吧。没有玛瑙、哦、MVP 有差哦， MVP 有差哦，我听你啊，就算 MVP 的时候，但是打保全 MVP 完全看伤害跟成长。哦，豆腐背吧，那个下一楼会坏哦。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换，我只有神皮可以给他换。神皮不会坏啊。对啊，那就没有办法喽。我又来砍。王法杜，王公啊！王法杜，真的死掉了。
好，我们第一名死亡人就出现 First Blood， 还抢到手杀了。对，你可以马上捡衣服，马上穿，刚刚好。我开了神秘箱子，开到神秘箱子。我暂时残缺，我马上开二穿。哈密瓜。我首先要买去。哈密瓜蛮歪的哦。缺缺黑那个凤梨啊，直接碾过去啊！哦，原则之石，这个进化超级好用。已经走了。我可是花了800万买了一颗原则之石，买完之后发现我仓库里面有8颗。有事吗你？又穿又穿，这个技能偷打。我被怀疑。各种冲刺了吗？干，为什么我的？哦，我的消光臂啊！哦，哎，这家伙还有一只，哎，哎，有七龙珠，没问题。还好有多一只啊，才捡到七龙珠啊。那被挖死掉了。那天你的袜子掉了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有点难哎，三十分钟。怎么我卡住了？还有啊，还有14分钟啊 ，OK 啊，剩25层而已。对啊，我其实我们才爬一半，这样子想就啊，那想就很快。马上秒掉！哦呦，砍一下8000，我就剩三个。这个按的我没办法。我来赶快一下补一下血。哦！哎，你是补血还是纯血啊？纯血啊！你看，我无血，我要冲到底。放技能，不要放技能打我，不要放技能打我。哦，你看好多，好猛啊！
那天我已经过完两只人物了，等一下再过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开三只。而且破碎的铠甲很好挂，超好挂。哎、欸，一个一万啊，很好卖。嗯。而且那个超好打的，那个怪超多。他没人跟你抢，只要留着你的。对，而且那一关，哎、欸，那个地图，你还有哪些东西要走？你在接什么牧师？塔塔太可得任务了。哦。哦，我吃起了。好，我们第二次。第二次输了。给阿西，我就站在那边给他打就好了。哎呦。哦，唱好久了。那五千没点到。那天都没有放我毒针啊，难怪我一直被打跑跑的。没时间啦、啊。够了。这边有那个。你们光链找一下。哦，不出来了。加速。会不会玩呢？这个师舅说一定要剪一下他指甲，他指甲很贵啊。再放，再放。没有没有。师舅说最近指甲有点贵。Go go go go！ 看。怪奇，怪奇上来，怪奇上来。好呗。呀，我付你，我付你，付你。走走走走走。你是跑到网的前面是不是？一个是没有出来。有出来啊。哎、啊，为什么我没有神剑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干什么？他直接到我。那个，那个巴金那个哦，巴金那个就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那个呢，佩欧拉侮辱铠甲，哎、欸、有天使羽翼，天使羽翼耶，看到赚到了，天使羽翼什么？天使羽翼战袍，为什么会有天使羽翼战袍？打错了，哎干，那胡乱头绳会掉啊，啊那个那个有胡乱头绳啊，哇，巴金我看，赚到了赚到了，赚到了，哎哎哎，哎巴金我看。来了来了，来来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后面有怪物，后面有怪物，怪物！哎呦，这个也太痛了吧！这力射击吗？补一下，我拿我的爆爆。我要冲了！冲啊冲啊！为什么冰起来了？为什么会冰起来？哎呦！九二魔掌。魔导算了，我不相信了。有大神吗？压过去就好，压过去就好。压过去，靠走位。直接压过去，直接压过去。只要有人在前面打我，我就可以安心输出了。好、哦，我上 ，Go Go Go Go！ 哦哦哦，我兵变去打死了，然后他三级发兵变。可是我那个连续，
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死了？我被38冰箭打死，一起来就疼了，嘿嘿。哎，靠腰。连哥，你没有带蛋糕啊？等死了，扑他！这一次碾过去啊！我秒杀他就没有出现伤害。故事可以改的一张，那天好多伤害啊！没有人要选，我不点了。对，解碎解碎，在后面解碎就好。不用天怒，不用天怒，不能解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站这么开，我布莱小给谁？我发现你没有带，你没有带防身的面具。变身变身，你变太快了。我们来捡捡打架。凯亚死掉，忘记放凯亚斯。要被石化了。连盾你就一直放那个就好。哇，怎么都没哇，结果是你 MVP。你知道多少？我打130,000欸，剩4分钟啊！哎呀，110,000，让林借我们上次30,000，全部拖一起，全部拖一起打比较快，往上，直接往上，拉到底，往上拉到底，打完了，怎么？巴顿啊，我捡。这个是放在捡东西的。哎、欸，那个，这个美腿下面还有一把，你没有捡。这个是那个、哦，莫罗克，不要让他，不要让他玩。看到天使那只直接秒。对。A 只、欸。啊？有人跑出来了。也在后面啊。哎、欸。八，来喽！靠腰，直接打啊！还要怎么打？直接 A， 直接 A 啊！够他！没脸，直接魔解，没脸，看到他直接魔解。哎、欸，柚子是不是死掉了？好干！喂、欸。死光光！你不要冰，解他冰，解他冰。捡一下那个围巾呢，不是很需要那个。哎、欸，你妈呢？好像那天你听不捡你的妈呢？剩两分钟，干他讲屁话就两分钟了哦。嘿嘿，对对。你站上，我站中，没人站下。在我旁边，我现在放轮子。现在放太快了吧？你布莱奇给他，我不用布莱奇。美女在下面，美女在下面。
没关系，我赢过了，我赢。他们往下一点。还有一波啊，还有一波啊，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。一分钟把它干掉。干58了，还是58还算一分钟。Yes， 哇，秒杀！58，刚好，好像出塔。